大卫说。今天来了 San Diego 这个 Season Main Place 这个地方，对焦一下，然后看到好多小时候看的一些芝麻街的人物。不错，蛮好玩的。不过因为今天是3月26号新开园，所以很多东西可能没有准备好，有两台游戏都down了，所以没做到。但是这边很适合做 water park， 应该 water park 是蛮好玩的。然后它的停车也是有一点困难，都是一些土地，我之后会在影片秀出来给大家看。那今天继续。